好，我们把杆子整理好了啊，我们来抛第一杆，看一下第一杆能不能中鱼啊。好，抛出去，慢慢的收线啊，看一下抛出去的第一杆有没有鱼来攻击我们这块亮片啊。哎，咬钩了，哇哇哇哇，第一杆已经就咬了啊，相当漂亮，相当给力啊。然后手上有票的戳戳小红心啊，看一下这个马口的一个个体，个体比较偏小，有点偏小了，我要把它放流了，太小了啊。进来看直播，直播间更